大家好，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。从东四三条逛完出来之后呢，就已经中午了，就该吃中午饭了。我们来到了东四六条，有一个云南餐厅。我们一行有八个人，您看这要的这些个菜已经都上齐了。这个是酸豆角、芭蕉叶烧豆腐、茉莉花炒鸡蛋、酸菜炒汤圆，小绿的是虫草花拌丝瓜尖，普洱茶烧红烧肉，没有特点。这他们南方那个做的元宵啊，都特别小，都特别精致，不像咱们这元宵傻大傻大的，气死我了。所以呢，就说让你们尝尝那个，就是挺有风味的。哦、嗯，真好。这不是瘦吗？张皮肉，你又着急什么呀？还行吧。你又着急什么呀？捐了15天，15加7嘛。不是14加7。哎呦，十四加七21天。啊、就只是不能出门是吧？咱们那多年底，不是我这人，我们等不及呀、啊，关键是。我不是借您一个吉言，您说您给我规定，您跟我说一个。你这个。这个，下礼拜我估计。五一，八百的，他挺快的，因为他、啊、跟你似的，他学习你呢，很努力。你是他学习的榜样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您那个还是老师高明，刚开始竖的典型就竖上头皮。不是，他得再说一遍，他一介绍我才拍呢。这个呀，是那个云南最有名的过桥米线，一会儿你们都尝尝，特别有特色。这个菜。您挑一个。啊，我看看过桥米线什么样，您挑一个。来一个那什么，公用筷。对，你看看，这不是我认识的刘姐啊。哦，刘姐不这样。不错，哎，丝滑，然后那个味道特别好，然后那个就像我这没牙的，像廖老师这没牙的都能吃。廖老师没牙，赶紧吃吧。廖老师，这是你专门的一道菜，说是菜吗？天哪，不是，这是叫什么玩意？我那时候那使劲还做作品，弄得好的不得了。我没跟你说，我原来大精神，您还是云南人呀？您这地道是哪儿的话呀？咱们这来吃云南的地道。尝尝这个啊，这菠萝饭必须的。唐鑫，可能那元宵，可能你吃的有点油大，剩下别的都这个菜太好吃了。我连这点小底儿也给吃了，人家都吃啊。一片狼藉，吃的非常的香。我们八个人花了525。您来这里吃过吗？要不要来尝试一番？我们的战斗力还可以吧？看看这光盘行动。菠萝饭味道不错，有机会你也来品尝一番。感谢您的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吧。